各位观众，全省篮球联赛的女子甲组决赛，今天晚上由国内两支最好的甲组女子球队相逢，他们是现在进攻的承德队跟现在防守的亚东队。亚东队刚刚首先得到两分，承德队郭玉娥投篮没有进，亚东队陆丽丽拿了球跳起投篮也没有进，球被承德抢到，由吴兆华运球。承德和亚东已经有一年没有相逢了，是两支国内最好的女子球队，承德是经验比较老，同时他们防守比较好，而亚东最近苦练，身材也比较高，因此这两队相逢，实力相当，是一场相当紧张而精彩的女子篮球赛。承德已经投篮好几次都没有进，吴兆华投到篮下去这球还是没有进。承德今天没有金林、赖淑敏跟许辉书在场，对于他们的实力可以说是有相当的影响。他们在防守的时候是打的人盯人的战术。陈淑芬在右线跳起投篮得到两分，现在比数2-2，比赛进行了2分50秒，现在比赛上半是进行了10分钟。陆丽丽在篮下切入再得两分，比数18-7，亚东领先11分。陈德在身材上很吃了亏，而亚东今天在防守上也特别的坚固。吴兆华在左线跳起投篮得到2分，现在距离上半中场还有15秒钟，亚东以32-16领先16分之多。就在承德利用最后的几秒钟才快攻的打法，马淑秀。承德今天投篮的命中率非常的差，32-16，上半时亚东队领先了16分。现在下半时开始，亚东队仍然是排出5名正选球员上场，继续由亚东队进攻。曾东珍给梁敏，再给曾东珍，传进去给陆丽丽，跳起投篮得到2分，34-16，亚东队领先了18分。郭友给吴兆华，再给郭友，吴兆华拿着球往里面钻，马淑秀在篮下投这个篮没进，自己还摔了一跤。今天这场比赛，两名裁判员在执法的时候都显得非常的疏懒。亚东始终是用全力来抵挡承德的进攻。郭友娥一个远射得到2分，比数40-29，亚东队还领先11分。现在距离中场的时间还有50秒钟，比数是52-38，亚东队领先14分。在这最后的50秒里面，亚东队仍然打全场紧迫盯人。吴兆华冲到篮下去的时候，杜丽云犯规。球出界，还有最后的17秒钟，亚东队快攻。陆丽丽篮下反身投篮没有进，仍然抢到这个球给杜丽云，杜丽云篮下这个球还是没有进，杜丽丽还是把这个球抢到，还是没有进。承德队连威力犯规，杜丽云第一球没有罚进，继续罚最后一球，还有1秒钟，这个还没罚进，时间还有半秒钟，亚东队犯规，马淑秀罚2次，马淑秀第一球罚进，53-41，时间还有半秒钟，亚东队领先12分。第二球没有罚进，拿到球再跳起投篮，时间已到，53-41，亚东队以12分之多击败了。